古少爷才是我家女婿，你可以拿东西滚了，带上你的行李离开我家。你就这点能耐，怎么配得上我女儿？就这点破钱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。可恶，你们都会后悔的。天天等我，我一定带你回家。爸爸，我好冷，你什么时候赚钱把妈妈接回家？A few moments later. 1 hour later.Tomorrow.